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刘克轩的演艺生平。咁今集咧就由1952年开始，就分享佢拍摄过嘅电影。1952年，刘克轩咧就拍过《贼王子巧遇情真》、《江水王传》、《傻侠妖姬》、《贫贱夫妻》就《百事哀》、《朱门红女》、珍珠泪、月夜痴魂、吕布戏貂蝉。咁刘克轩就梗係做董卓啦，难为了爸爸。咁跟住就1953年啦，53年就有春风得意凤求凰、偷鸡凤舞、秦淮月下再生缘、雪夜访情真、百变妇人心。咁呢个就係1954年嘅。跟住就万人隔万重山、秋海棠。咁秋海棠就1955年嘅。狸猫换太子、乞衣太子、碎琴楼、孤星血泪、孤儿行、下一代、今生桃合、桃李满天下、血洗少林刀、夜盗美人诗、银凤、日月重光、苦吻、兄本佳人、方世玉与胡慧乾。咁刘克轩就做刘老虎、雷老虎，跟住就系复活、卧薪尝胆、女黑侠、薛平贵与黄宝钏、关东四侠血战流花塔，跟住都系关东四侠、千里报父仇、凄凉金叶谷、长相忆、人道。咁跟住啦，就系1956年啦。1956年啦，刘克轩就拍过《小白菜情困杨乃武》、《梅娘》、《生死同心》、方唐镜、三气胭脂马、家和就万事兴、吕布抢貂蝉、穆桂英、三擒三纵杨宗保、乾隆王大闹万花楼、吕洞宾、三气白牡丹、霸王妖姬、王超君、琵琶洞汉王、鬼侠、永春三娘与洪熙官、大闹三门街、炸癫立福、春灯雨扇、关公月下识貂蝉、吕蒙正借租、王子与王姑、王姑嫁何人、外老拜寿、花好月圆、大团圆、生死同心、斩龙遇仙。咁跟住1957年，1957年就有《木兰从军》、《千里送京粮》、
留俾道光招亲。水浒传，智取生辰纲。妙善公主，大明忠烈传。包公奇案，外老遇鬼。宝善缘，龙虎渡江宫。无头东宫生太子的上集，无头东宫生太子的下集大结局。洛神，咁呢套洛神刘克轩就做曹操。卖肉养孤儿，天后娘娘。待六年华，黄飞鸿河南浴血战。包公合诸暨，猛鬼桥。黄飞入楚军，黄飞虎反五关。包公三审血掌印，陈宫骂曹。画里天仙，大明忠烈传。牡丹花发状元红，烈女春香。十三妹大闹能人子，薛仁贵三戏柳金花。剑底情冤，插错美人头。唐伯虎点秋香，香罗重。红娘，咁呢套就1958年噶啦。咁1958年就仲有三审状元妻、孤元嫂劫、冰山火线、黄飞鸿反五关的续集、花寨状元还、张秦杀妾就响三军、清官斩截虎、火葬生坦几、新玉山藏坦几、汉宫生屎痕、方世玉三打胡慧乾。方世玉三打乾隆王，跟住都是方世玉。方世玉怒打乾隆王，疑心碎母心，断肠悲。艳阳丹凤，泥马渡康王，宝鼎明珠，文姬归汉，仙女牧羊，龙飞凤舞，玉堂春，一夜九重天，碧海狂争，柳毅全书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刘克轩的演艺生平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唞唞先。咁就喜欢呢条片嘅，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咁下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刘克轩拍摄过嘅电影。咁下一集呢就将会由1959年开始讲起啦。好，拜拜。